请您欣赏相声《富贵逼人来》，表演者烧饼、曹鹤阳。给您换一场啊！来了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是啊，我很欣慰呀！啊，你很欣慰啊，特别的高兴。对，哎，确实啊，高朋满座，贵友如云，起满坐满呀、啊！哎，对溜，这个一上台呢，先得介绍介绍啊，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毕竟什么呢？啊，单木不成线，孤丝不成林，浑身是铁呢，就打好几根钉子。好像你没说对啊？怎么了？单丝不成线，啊啊，然后呢？你刚才说的什么？不是，你再说一遍，让大伙儿听听。单木不成线，孤丝不成林，浑身是铁，打几根钉子，对吗？这段过去，啊，就是郭老师上来自己说这段过去。行、啊，反正我记着师傅老说这句啊，就是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。哦、啊，先介绍我。对，我的哈基米，哎，叫做。别整这洋词儿，赶紧来点小。就说搭档，搭档，哎，我的搭档，哎，叫做曹鹤阳，哎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谢谢大家、啊，这个该介绍您了。哎，我有名字，嗯，我是郎鹤炎的母亲，所以大家也认识。哦，我是郎鹤炎的父亲，谢谢大家、啊，刚才照顾了我的儿子。啊，还是这张手雷好使、啊。这个开个小玩笑，哎，对，烧饼在德云社很多年了啊，老演员了，哎，确实是个老演员，嗯，从这么高一直现在都这么大了。哦，对，他年头多，哎，来的确实多，但说实话啊，啊，多归多，哦，您大家伙对我的了解啊，太过于表现了。什么？您有什么表现？什么？太过于表现是什么？不是，太过于表浅了。这个表浅又是什么词儿？我不太懂。表浅不了解吗？表面跟肤浅，哎，还是你了解我？你看我，你都会组合词儿了是吗？出门得带翻译啊，那就别太表面、肤浅了，太表浅了。但是您这人一眼就看着没什么深度啊。哦，现在观众爱听这类包袱是吧？好，不是我说这意思，你哪儿表面了？大伙儿这么多年看着你长起来，就您各位以为我是个相声演员那不行。那么你怎么着？我有别我就这一个身份啊，那，嘿，谢谢您，我都指着人家，不是，那您直接说您什么身份？我有别的身份，你先跟个人似的站好了。我有别的身份啊，您说。哎啊，我告诉您啊，我你是个善人。您指的是名字呀，还是职业呀？什么叫职业呀？不是善人吗？善人您不懂吗？没明白。善人啊，我啊，心善的。是，原来我也没发现您是这么过来的。什么叫心善的？我善，哎呀，善人您，曹老师您不懂吗？善人、啊、对，善完了都这么走道，我知道。哎呦，跟您这着急呀、啊？什么？您想表达的是善人吗？善人，您指的是。善良，心地善良，善人就现在没有这个职业了，过去有，啊，过去，对，哦，清朝之后基本上很少见着善人了，啊，哦，您就是这种善人是吧？对，心、啊、心善啊，心地心善的，心地善心到底是什么职业？您说清楚了。什么叫不是个职业？就是内心，外在。但您的这个面相很凶残呀、啊，我觉得。不像是一个心善的。哎，有些人就是你看着他其实是这样啊，他其实不然。哦，不然。我经常做好人好事不留名。哦，这我们都不知道。扶老太太过马路 啊，有那老太太不让扶，敢，愣扶。嘿，不过马路不行。哎呦，老头躺地下了，必须扶起来，站起来。自个儿就好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行，你也是个善良的人，必须善人。哦，对不对？碰见那有的那小孩、哦、哎呦，可怜呀、啊哦，哎，没有腿哦，在那个地铁、公交车，一场无情大火摧毁我家园啊，有这样的啊，给钱啊，这拿着，拿着，必须的，必须，我善良，是孩子怕你把他也善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心地我善人，但是确实您能不能自然一点？太凶残了。就善人不懂吗？啊，懂了，心地善良。就是、说白了，我们的 slogan 就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不光自个儿过得好啊，别人过得也不能比我好。哎，对，哎，啊，不是，就是我过得
我过得也得好，别人过得不能好。什么？就是我过得不能比别人，就是我，好，都好就行。我们要过成他好，我也好。您等会儿，您先捋清楚思维啊。应该是你是个善人，是不是？对 对, 对。应该是你过得好，你也得让别人过得好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我过得好，我也得让别人过得好啊，这就是善人。哎，对了，他好我也好嘛，最后变成哥俩好嘛。对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哎，广州好迪嘛。我跟你玩呢，我。哎，大哥还听过这广告，会员肾宝。行行。是，您花那一毛钱，这是有竞品了，你甭来这一套，就是善人。哎，对，那怎么能促使你想当一个善人？哎，不是促使啊，啊，辈儿辈儿，什么辈儿辈儿是善人？那你们的家谱是怎么传承下来的？辈儿辈儿都是善人。就其实这儿吧，他没有设计包。我听那录音，他这儿没乐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说完，郭宇老师说完就过去了。但是到这儿，您不要自我发挥，好不好？没过去。郭德纲相声专场，你知道吗？相声创作专场，咱不要再你说二度创作了。你说你的，就是辈儿辈儿都是善人，辈儿辈儿都是心善的人。对，我没有二度创作，人于老师没这句，人于老师，我怕大伙儿听不清楚。大家伙现在已经理解得很透彻了，贯彻得很彻底了。行，那你们家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呢？哎，就我们家有祖训，这么有水平？那嘿啊，您说说什么祖训？有祖训啊，叫什么呢？什么？我不认字儿，好像。哎，那也得背过吧？有祖训，有祖训，叫什么？我想那句祖训怎么说来着？藏秘排油不是祖训，不是这句，不是啊，什么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饿其必吃，吃完再干。反正有这么一句，我记得一家子饭桶啊，饿其体肤啊，对他们可能也背不了这么远，倒不能受，不能受饿啊，就不能受饿，对，所以也看不得别人受饿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必须这样，我有水平，而且我们呢，帮助人你得有能力，哦，个人得有能力，对，你说你都要饭了，你帮助别人，你帮助不了别人，那当然了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得有能力，嗯，所以家里边呢，就一直呢培养我，哦，怎么培养？送我出国留学，哎，对，我呢，稍等会儿，在全世界游学，行，您先歇会儿。啊，只要了解咱们家的人都知道，您初二都没念完，您还留学？啊，人家一直都说咱们家是文化有限公司，就是从你这样的人身上说出来的，你还敢当着大伙大言不惭的说你留学？你从哪儿留学？文化有限公司创作这么多新作品吗？对不对？你太有限了。我你以为是初二？初二那是一，我们出去上学去了。为什么网上那个媒体老说我走德云社好几回？那都是我出国留学，他们不愿意那么写。这些年走好几回是？那是我留学去了。哦。不是你要是包袱你就翻，你别老乐行不行啊？你老乐上，你说话呀！台下创作的时候没有这句啊。你别老当观众，你花钱，你不是花钱，你挣钱来，你说两句行不行？你老乐什么？就是说您这么多年，就是人家网传自媒体说烧饼又离开德云社又退出，其实你是出去留学。哎，对溜。然后前脚写完帖子出去留学，第二天就回来了。留一天学，别留一天，我那一天都在飞机上了，对不对？鼻涕都比这流的多，我告诉你。出国留学，出国好，那您都是世界级的高校啊，啊，都是世界级的985211啊。除了咱们国家有985211吗？当然，咱们国家的我也没上去过，就是国外的去过是吧？哎，都是好学校，还去过好几个。哎，海滩，您说一说，我们听一听。游历各国的高学啊，好，哎，高学，叫大学，大学呀，啊，高等学府啊，啊，像什么，英国的牛街，牛，
啊，牛街，哎，英国的牛街，牛，美国的天幕，哎，哎，瑞士的西北角，啊，行了行了，还去过美国的麻绳大学，麻绳大学，我们都是那儿的蚂蚱，反正，哎，嗯，你们学校都是一根绳的蚂蚱，是不是？一根什么叫麻绳理工的？哎，你甭管是哪儿吧，最后，啊，我毕业于柬埔寨大学，柬埔寨，哎，柬埔寨的俗称柬大，哎呦，那你可够黄的呀，哎呦。你看郭老师的包还是小，什么叫简大呀？就是简称嘛。去了那么多国家好大学，最后落一柬埔寨大学。哎，对，就简大毕业的。对，简大。哦，哎，简大毕业。稍微就得简大。烧饼就得简大一点，是这个吗？哦，简大。哎，可以理解啊，可以理解啊。谢谢老师。啊，要不这包没有串踢啊。啊，行。那么您发完之后呢？啊，什么叫发完之后？简单面呀，发你简单。学吗？不是发什么？学成之后哦，毕业以后。哎，对溜啊，对溜。我们老对溜对溜。学成之后啊，我就决定了啊啊，要游历世界。哦，这会儿开始得当善人了。对了，哦，帮助全世界的穷人，哪儿需要帮助，我就冲到一线上边去。哦，都不在国内了，全世界，全世界。人要大爱无疆啊！哎呦嘿，必须这个觉悟好，咱们的这个那叫什么眼界啊？对 ，level 得高。那你问我，你直接拽文不就得了吗？你对 level 得高，哎，姿态得拿得住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。啊，哪儿穷咱去哪儿啊？行，那选吧。哎，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儿啊，那个地区什么？哎，对了啊，沙漠怎么样？沙漠可以啊，沙漠啊，去那儿啊，无人区之类的那种沙漠，哎，对，比较惨，没有物资啊，哎呦，哦，还缺水呀，啊，缺什么，啊？哎呀，太惨了，啊，穷人肯定多呀。哦，第一站，哎，沙特。你确定你去的是沙特吗？哎呀，到了沙特呀，哦，我看那儿的人呢，哎呦，惨到一定程度了。有多惨呀？没一件正经衣服，也没一件正经褂子啊，好家弄一被单子缠脑袋，哎呦，这人太需要我的帮助了啊！过去我拉着他的手啊，必须啊。那，啊，怎么说呢？你好，我是善人。他可能没太听懂啊。你好啊，我是善人。这句也听不懂。刚才那句听不懂，这句也完，这么着不像外语吗？这你就表达就行了。你需要我的帮助不？啊，需要帮助吗？哎，来了四个保安给我架走了，人家开着库里南扬长而去。废话，人那儿多有钱呢。不用我帮忙啊？切，呸！嗯，活该，死去。这不让帮忙还骂人家，他用不着我。好，沙特这么多人，可能就让我赶上这么一个富人。啊，你整个沙特就这一有钱的，对不对？沙漠大了啊，那倒是。别人不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总会有穷人嘛。别的地儿不需要善人吗？我得去呀！啊，那接着走吧。穷人们需要我呀！啊，我得个 level， 我得到那儿啊，对不对？沙漠里走了四天四夜，这么长时间，到了第二站啊，迪拜。你够能溜达的。哎呀，终于看到这么一位啊！啊，脚底下穿着拖鞋呀，那惨到什么程度啊？哦，过去。一把啊，抱住他的拖鞋。你等会儿，你怎么抱住人拖鞋呀？我想站没站起来啊。哦，对，走了四天四夜沙漠里嘛。抱住他的拖鞋啊，用我那干裂的双唇，从嗓子眼挤出这么几个字儿啊：善人。好，他是善人。需要帮助吗？啊，是他救了我。也不知道谁行善呢。哎呀，给我包了一架私人飞机，送了我$300,000，把我送回来了。你俩到底谁是善人？人救你，不用我帮忙，活该啊！死去，给钱还得骂人，真是的。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大爱无疆啊！就你欠，嘿，我有了钱了啊！我有了第一桶金，我给他们花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这钱不是人家给你的吗？可是你没钱啊，没钱你行个屁善呀你！这不咱不就现在有钱了吗？人家给你的钱，给你$300,000啊，对呀，啊，然后你现在算有钱人了啊，那不算吗？啊，那倒算，行，那行善吧，对不对？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啊，我决定，嗯，哎，先买个房子住，嗯。你连房子都没有，还行善去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有房，我不爱住，行不行啊？哦，我有房，啊，我是为了行善方便，然后先买一房。对溜，对溜。对溜对溜，哎，我现在的工作啊，往返于京津两地，哦，在这一片行，对，我得离着这个地儿近，
哦，来回跑两个城市。哎嘿嘿，我倒霉模样儿，哎哎哎，哦，来回跑啊。哎嘿，啊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买这附近的房啊，这附近，那京津方便走起来，那就台湖。哎，告你金京两地，还哪儿彩玉？金京两地，杨村，第六，放在杨村啊，买仨，喂。买仨是什么意思？买仨，这仨地儿啊，啊，都买喽，一个地儿买一套。哎，一个地儿买一套，我就给你浪的。为了方便帮助别人，嗯，为了方便帮助别人啊，一个地儿买一套。哎，啊，买好了住进去啊，有那个人大半夜行个方便，哦，哎，找你帮忙。对了，啊，帮帮帮，一敲门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能上您这儿上个厕所吗？啊，尿啊，借个洗手间，随便尿。瞧这嘴撇的，随便，我是善人啊，啊，我就怕你不尿。对，他也用不着那地儿。对，哎，你帮忙嘛，就尿，随便尿啊，你尿尿，我都给你吹哨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善人嘛。等会儿吧，人家尿，你站边上站着看着呀。咱不能想什么就盼什么，我就只是就说那心情啊，啊，心情不是说人要跟着，没有，比一个比喻啊，比喻，哎，就我们心善啊，帮助别人，不管给人行方便，然后还得服务周到，哎，对，啊，行方便就方便，对不对？啊，随便方便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号行，没问题，来拉起来，来拉来，哎，没问题，服务真周到啊，哎，对，自动的马桶啊，还自动，哎，管吹管洗，我管擦，来走起，下一位。你可真行啊，没问题，哎，没问题，太爱了。女的行吗？没问题，女的专门给女士准备个厕所啊，你就不进去帮忙？这不行，这是开玩笑了，不是，那也行，女士有女士专用厕所啊，想的就这么周到，哦，服务就这么到位，嘿，哪车误半道了，没油了啊，加油。上你们家我们这儿有，你说九几的，90、95、98，柴油都有，给钱不要钱？哦，还不要钱？别提钱，别撕，别，哎，就还跟这样，别给我钱？哦，不要钱，扫码？哎，废话，那不还是交钱吗？什么扫码不还是交钱吗？哎，不要钱，交个朋友啊，哦，交朋友，对不对？想吃泡面，我给你切，我给你切，烤肠，我给你烤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是不是住服务区了？谢谢师傅，你当郭德纲真优秀，这个，这不是又厕所又加油又烤肠又泡面，这不就是服务区干的？哎呀，帮助别人，善人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后来发现当善人啊，啊，就是这休息差点意思，为什么？一天都干活了。一醒了就得扫厕所，然后中午给人加油，晚上就给人沏泡面，太累，钱不够你挣的。厕所好几十个坑，一个一个擦屁股。你可太善良了，你可。哎呦，帮人嘛，服务于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服务啊，哎，那你是往返于三个服务区吗？累呀，啊，累呀，啊，刚擦完这个，那边又脏了。哎呀，看你这个表情，对不对？风餐露宿，而且冒风险呢，冒什么风险？有生命危险呀，啊！你想想，从这边擦完了，上倒对个还得擦，那车他可不理我呀，他真撞啊！好家伙，你直接横着过去，没有天桥啊！哎，你不会这边一趟线到北京再折回来再擦一擦？哎呦，过路费我不得交啊！那高速费也挺贵，谁给我报去，对不对？好，善人不能老光往里自己搭钱，对吧？善人，啊，哎呦，后来实在没辙了，啊，我想啊，算了，我得歇一阵儿。你可能不止歇一阵儿，我得歇，得好好歇，也调理调理身体。哦，哎，我呢，啊，跟杨村买了个大宅子，哦，就定居在杨村了，哎，有个小房，还有小房，哎，可以远离闹市区，哎，不是服务区，好清静，啊，有一个小房子。啊，小房子，哎，有一个小房子，多少平啊？占地79亩，79亩，哎，79亩，哎呦，哎，四四方方的一个大宅子，79亩，你母不母？放眼片啊，79亩是四四方方的，你怎么算出来的？怎么不会是四四方方？你除以四啊。那玩意儿除得开吗？除得开，这边27，那边20，这边20，后边36，你不就除开了吗？这一溜啊，对吗？当年就不该留学，先把数学弄明白。那是不是那是四四方方吗？我老师这么教的。你怎么看出来四四方方？你从哪看呀？
从哪儿？从外边看啊？我从里边看都是四四方方的。也是啊，就是一个就啊，79亩的四四方方的一个院子，对，那也不小啊，这确实不小 啊。你想那么大地儿，75亩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，停，怎么改了？79亩是吗？多少亩？79啊，七十九，79亩、啊，这边39，这边20，那边7，后边46。你倒不对，你这边不27，这边20，那边那我也忘了那边几了。不是你这你这边应该是27开始，反正是个大院子，65亩的一个大院子，79亩吧？怎么又65亩了？几亩？79，79亩没错，一直是79亩啊。这边30，那边10，后边25，78。哎，那个听我的，善人啊，善人，你还是扫厕所去吧，要不。这算不明白，行，你就最后说一准数，咱就按理说了。哎，就是有一个15平的小房。都捋一下啊，79亩四四方方大院子里边有一个15平的小房，对，那四周围呢，什么都没有，院墙，对，高墙啊，4米多高啊，别等那水泥干了啊，拿那啤酒瓶子脆得了，都插上，玻璃碴子，有4个观望台，啊、小垛子 啊，观望台、啊、站4个保安，拿着枪跟这扫着，哎，探照灯跟这照着，谁都别想进来。他可能是怕你跑出去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怕人进来，怕什么进来呀、啊？你这不跟监狱似的吗？什么叫监狱？保护我的安全，啊、哦，还保护你的安全？哎，那是我沙特那四个哥们来了，知道吗？站上面等着你。哎，对溜。不是，那你关键是，那你这院子盖那怎么开门啊？这个没有门啊，4米高，然后79亩的大院子没有门。这边30，这边别数这个，别数这个，就是没有门，没有门。那你吃喝怎么解决呀、啊？吃喝叫外卖 啊，现在这么方便。你没有门，那外卖怎么送进来呀、啊？往里扔，怎么扔啊？就你扔我咔，怎么外边外卖这砍狗来了是怎么着？往里扔？什么叫砍狗啊？就要这个反应，趣味啊，就是训练你。哎，训练我，就是一个大院子，中间有个15平的房子。哎，对，15平，你就睡在这儿，我睡这儿，好极，清静。是挺清静，清静。您这玩意儿跟看坟似的，真是挺清静的。清静、啊，每天生物钟很准，啊，生物钟哦。早上起来6点我就睁眼，啊，这么准6点啊？哎，一睁眼啊，啊，我那60个佣人哎就已经准备好了，哎、跟这看着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您有60个佣人？对呀、啊，都住这儿吗？不住这儿啊，不住院子里，不住院子里啊？那他们住哪儿啊？天津市里。怎么住天津市里啊？给他们每人买了个房。你是浪的吗你？干什么？天津市里给60个佣人每人买套房，然后你住这么一破院子，中间你疯了？我爱清静啊，我可以伺候你一辈子，你给我买几套？你伺候我有他们伺候我好吗？行好，60个佣人睁，不对，您等会儿，15平，你睁眼睛，60个佣人就站你面前了，啊、他们跑这儿守灵来了吧？你说那么瘆得慌干嘛呀？你不再说你15平的房子站得下60个佣人？怎么站不下？我那房子挑高高啊，挑高怎么他们都摞着站？什么叫摞着站？挑高高啊，能有多高啊？70米。啊，你住烟囱里是吧？这话让你70米60个佣人摞去呗？你管着管不着，人家都站里了啊，都挤进来，人都有活都忙活起来了啊，60个睁眼有开窗户散味的。啊，放放味儿、哎，空气不好。哎，对了，有倒那个鱼儿的，然后呢？倒什么？鱼儿的鱼儿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鱼儿，尿盆儿，啊，也可以。这是我说怎么开窗放味儿的？你那么大个院子，15平，推门出去你就尿呗。那让这4人看见了呢？炮楼上那4个？对呀、啊，看见就看见呗。哎呦，他们还拍我呢。拍呗，那不行，我是个演员，我臊的尿尿不害怕，你就拍吧。哎呦，不是没被拍过。刚才人家拉着你的手，别让你使那包你没拉我，拉你，我没说出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还是在屋里，就在屋里尿啊，就在屋里尿。哦、哎，对溜对溜、嗯，哎，跟这哎，有人 啊，给我擦脸擦身上的，不是你不动。睁眼睛都不动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叫伺候我吗？哦，擦脸擦身上的啊，哎，还有给我穿衣服的啊，哦，还有给我化妆的，哎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下一步就该鞠躬了，是不是？干嘛鞠躬？转圈我就要死是怎么着？是，您等会儿，
早上六点睁眼睛，屋里站六十个人，给他擦脸擦身子，换穿衣服，还有化妆，多瘆得慌！早上六点就干，太瘆得慌了。怎么五点起他也得给我化呀？为什么要化妆呢？睁眼我怕人拍我。哦，你是个演员。我对我是个演员。哦，得画的就漂亮一点。那当然得漂漂亮亮的了。哦，明白了啊，弄得漂漂亮亮的。嗯，得出去跑步。哦，锻炼身体。要求自律，每一天。啊，他一直很自律。必须打卡。哎呵，跟着跑，院子里跑。哎，六十个佣人追着我，追着你干嘛呀？哎，给我递牙膏的，给我递牙刷的，刷牙。边跑边刷牙。您等会儿，你站住了，刷子。那不能跑步，不能耽误呀。哦，不能耽误。对呀、啊，边跑边刷，啊、腮帮子都杵漏了，换这边。哦，不能停啊、哎，接着刷。挤洗面奶，洗面奶啊，哎，往脸上干搓。哎呦，边跑边搓。洗头水，干揉。啊、哦，边跑边洗。沐浴露，干洗。哎呦呵呵。哎，后边实在追不上了，啊、拿水管子滋我。你可能跑就是因为有人滋你。哎，跑到最后出一身透汗 啊, 啊, 啊，回屋啊，哎，给我擦脸擦身子，给我穿衣服，给我化妆。这回该烧了。哎，哎烧了下。哎又折腾一遍，您这玩意儿该烧了，像话吗？那不是你这跑完了呢？都弄得了，收拾干净了啊！开始跟着喝喝茶，哦，清早起就清醒是吧？哎，对了，清肠子。早上起来我们讲究涮一涮，哦，涮一涮，哎，喝喝茶，喝茶，高雅的活动，你嘿嘿，你不懂。哎，我还行，我这谁不懂？都懂这个讲究，你会喝茶吗？你啊，多少了解一点。你怎么喝茶？找一茶缸子，抓把茶叶叭一扔。滴上水，去拿水一砸，砸完之后一喝就完了。你那叫解渴，你我们那叫喝茶，知道吗？这不一样吗？这大把缸子，你瞧你大缸子是。那你像你说你怎么喝？咱这水就讲究，水怎么讲究？过去啊，北京讲究喝玉泉山的水，那不是皇帝才喝的。哎，多少年了不灵了？哦，不行了。我们自个儿打井，还自个儿打井。哦啊，对，人院子大，院子里打口井，然后哎，我怎么烫着了？是怎么着？干嘛院里啊？屋里。你等会儿，切，15平的屋子里有口井啊？您那井口多大呀？15平。那你睡哪儿啊？睡屋里啊。屋里不是井口吗？你睡沿上啊？你信了？啊。傻子，什么叫傻子？你在屋里打口井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呀，就为了喝水方便。对呀，那井口到底多大呀？井口就一胳膊根粗吧，胳膊根粗。哎，就刚开始，哎，能行？你这玩意儿天上一脚，地上一会儿15平，一会儿胳膊根粗。哎，对六对六，就这。本来我那个本来就是惦记打井，结果是那图纸拿到了。那哦，就那这井多深啊？70米啊。淹走70米，这70米，70米、啊，别掉进去啊！掉进去淹，你往这儿尿多好呢嘛！这不连鱼儿都省得倒上吗？是不是？我那是井，不是下水井。你可能不在乎，我在乎。您都是化完妆准备烧的人，您。我在乎，哦，有我自己喝那水井里边撒碎的吗？您这包翻忒脏，不是确实，我在乎，啊，在乎，好，在乎，就专门喝水的井，对，在你的卧室里，哎，对溜，这是风水，占风水，占风水，哎，对溜，对溜，保鲜，你不懂，你啊，行好，就喝水喝它，哎，有老式水井，带露露的那个摇的，哎，露露女人和你忘了？你是想说狗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篱笆女人和狗，露露女人和井，我赶上了。这是俩连续剧，90后不懂。我听师傅那包可能听串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什么离摇的，反正得有你啊，手来这套，哎，就是反正自己打的井啊，自己打的井，自己喝自己打井的井水。你差点咬着舌头，哎，自己喝自己打的井的井水。哦，哎，第六每天一上来就来摇。然后这个谁一会儿出一身汗，出一身汗，记得六十有人擦，穿衣服，化妆。反正他一天也没有别的事儿，多死几回。
事儿多了。好，踏踏实实的弄得了井水，往那一坐，坐谁都比你讲究。找快壶，哎，嘿嘿嘿，哈，对对对，什么毛病？还快壶，我们自己家里边弄那个潮汕的那种什么烧那个炭炉，牛，哎，手拉炉，懂吗？懂吗？火锅呢？嘿，手拉炉，小炉。谁拿火锅喝茶呀？端着铜锅。一提潮汕，我就牛肉火锅。什么牛肉啊？我知道，我还真看过那，就那小炉，啊，里边还讲究那个烧那个炭，烧那个荔枝炭啊，拿荔枝炭烧完这个水，这个水里都有荔枝味儿。那不行啊，那能花多少钱呀，啊？哟，这还不行。我们核桃炭，核桃哦，咱平时那个脆皮核桃，什么脆皮吃的不？那什么呀？文玩核桃，柔的，狮子头，蛤蟆头，嚯，啊，虎头，哦，盘龙纹，哎，哦，越老越好，盘出来的。百年的烧炭，懂了懂了，这种核桃砸碎烧完水里有核桃味儿没有？哎，没有，你干嘛烧它呀？就为气老头儿，哎，让他们盘着那帮人看着我烧着，哎呀，心脏疼，吃速效，哎，难受，啊，多孙子呀，哎，这人，烧得了炭，水叭叭叭叭这么一开，哦，拿着水，啊，烫烫我这壶，烫弄仨小碗，三个小碗，三个小茶碗，甭管谁喝谁不喝，也是仨小碗，哦，三个，为什么？哎，先温温壶，哦，拿这壶。里边热水砸这仨小碗，这有讲究。什么讲究？哎，这叫关公巡城韩信点兵。哎，我还真不懂讲究。哦，涮完了碗之后怎么着，弄得了，把这盖打开了啊，把我这好茶叶啊，立顿的红茶撕开了，哎，放进去，袋当到外边倒水。别倒了，浪的呀，跟山人说话浪，你还不如死去呢，我跟你说。哦，折腾一溜够，又砸核桃，又得气老头的，完最后喝一袋茶。我怕省事儿吗？这不是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呢？你我怕你不懂。谁不懂了？你甭费那么大劲，哥，你这种性格直接撕开了，把茶叶往嘴里一放，这绳儿荡了出来，拿开水啊，这最适合你。你这人你就较劲，不是较劲你就直接说。我怕说那好茶叶你都没喝过。哎呦，现在谁没喝过好茶叶？哎，都喝过。哎呦喂，你哪喝过那好茶叶去呀，啊？你说什么茶？普洱茶你喝过吗？普洱懂吗？你云南普洱谁不知道？哪儿的？哪儿？云南普洱啊！你那不正宗。云南普洱还不正宗？我跟你讲啊，普洱的产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。你别闹，就是云南普洱。普洱茶饼大产是茶饼吗？茶饼。对呀，啊，产地呼伦贝尔大草原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你少见多怪，你到夏天啊，你就去采去。那地上有的是啊，粪饼吗？哦，你喜欢它开水七屎玩儿啊？你这厮怎么说话？我那网上的直播间买的，人家是茶饼，你这喝粪饼？哎呦，烧饼啊！哎呀，烧饼，啊！你这人，我跟你说，你哎呀，你好不了你。他开水我七屎。我们那都是直播间买的。哪个直播间买？我们那直播间有一女主播嘛，啊，牛粪不是那个粪饼有的是，有牛粪有的是，边界小姐是吧？对。别冲我说话，嘴里一股粪儿现在。我就说，我这都加个小包，我怕你听不懂，知道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我们还是喝云南的吧。哎，你甭管哪儿，反正喝完水涮得了之后啊，开始吃早点。早哦，涮完了还吃饭？哎，吃早点啊？那吃什么呢？来四斤高杆。哎，嗯，四斤高杆。高杆啊！来四斤面茶啊，稍微有点干，裂心啊，拿那个藕粉呢，来四斤给顺下去。怎么没噎死你呢？哎，后来说话都有点费劲。喝水呀，啊？不喝水了，刚才喝多了是吧？现在说话张嘴爆不是？对，牛粪还玩反呢。哎呀，稍微有点拉不开栓。哦，拉不开栓啊！哎，吃得了之后，嗯嗯，上院里溜达溜达。院里不什么都没有吗？什么叫什么没有？你不说的吗？各式各样的植物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。哦，还有植物？当然了，啊，仙人掌、仙啊、霸王鞭、哦、仙人球、哇、食人树，哎哎呦，全都有，都带刺儿的，都带刺儿的。这哪儿来的呀？都是沙特那哥们送我的。你们还有友谊？哎，那当然了啊，就是这个小小植物。哎，还有动物呢？还有动物，热带动物都是什么呀？斑马啊，斑马，这斑马都这样。斑马，羚羊，羚
哎，长宁路，哦、哎，到邓陵，邓陵是邓陵是什么玩意儿？邓陵也是一种，就是你选的这些动物，没有一个能老实待会儿的那种，是不是？现在都老实待着呢，为什么呀？在刺儿上都扎着呢。植物太多了，看着方便。啊、看完了之后、看看我院里这白塔，哎，知道白塔吗？哦、我这搭了个小塔，是吧？白色的、哎，没有小塔，什么呀？老木高，老木高那个，嗨，顶天4米的院墙，跟他一边高。北京有一个白塔寺，知道吗？我知道大白塔，我知道。嘿，我们院里的那个白塔啊，比白塔寺那个塔寺，哎，什么？不是，我院里的那个白塔啊，比白塔寺那个寺塔。什么？不是，我院里的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塔塌。爸，我院里藕粉快吐出来了，我院里的那个白塔，这什么白塔？我院里的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塔哈。白塔，哎呀，你说，你个笨蛋玩意儿！我告诉你，比你们家的那个白塔比白塔寺不是白塔干嘛？你们家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白塔还大？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哪儿不对了？我们家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塔白。对了，哎，累坏我了，哎，哎，好家伙，这包又响了，谢谢师傅，行了。怎么不累死你呢？这一个活他就有这么一个记忆点啊！不是比他白管什么用啊？比他白呀，你得说比他大大大，那管什么用啊？白塔比的是白，你不是比大？没听说过白塔白塔，你要大塔比大行了，白塔比白呀。留学就留出这么个玩意儿来，我跟你说吧，不是塔的重点在白，不在大。你这白塔它再是白塔再白它也有年久失修它不白。我天天刷呀，我刮大白呀。你有病，建一白塔天天刮大白。哎呦，这你不懂了、啊、我为什么盖这塔呀？为什么呀？我这是发愿呢，就为了盖这么个塔。哎呦，希望全世界没有穷人都能吃上饭、啊、都能好好的。哎，发愿必须让它白。我还没法反驳，人家确实好寓意。必须让它白啊，天天的。哎，我天天刮大白，啊、天天刮大白。哎、哦，我那都是秘方，秘方啊，对啊，不是买的涂料，那是跟那个西藏那布达拉宫的一样。哟，我这漆能吃，什么意思？就拿那个牛奶兑那个白糖，啊、白、哦、往上刷。你没看见布达拉宫都舔丢好几个角了？我不知道，这我还真没注意过。你过两天。啊，冷的时候上我们家舔去。哦，哎，上夏天你就知道什么味儿了。为什么呢？沾上了。废话，牛奶都馊了呢。哎、每天必须刷一遍塔啊，修缮一次。哎，必须刮大白啊，那刮大白啊，刮大白，善人带你刮大白。哎，等会儿停，等会儿，别拦我啊！不，必须我得来，不是我怎么必须来？要这么熟、啊、不传统，不是应该是饼哥带你发大财？不是。当善人必须刮大白啊，刮大白，刮大白，善人带你刮大白，大白啊！每天吃完了高干啊，喝完藕粉，就这出，哎，必须刮大白，擦塔哦。每天醒了都锻炼完，来一次，拿绳子套塔尖上啊，这边拴腰上，勒好了，哎呵，哎，刮这大白啊，刮，哎，站起来啊，一下午刮这一个大白啊，这到下午一整天就其实就干这一个活，哎，必须刮。每天坚持啊，各位，行，贵在坚持。行，在我的字典里边啊，就没有困难二字。哦，那还挺优秀的。我就没有字典。哎，那你说他干嘛呢？没有字典像话吗？我字典就没有字。行了，甭说那个、哎，你天天你说每天每的都刮这个大白，对，大白塔，对，为了票，你也没时间出去行善去啊？谁说的？啊？谁说赶上节假日，我们该出去行善得出去。啊，什么日子？我听中国老三节啊，哦，老三节，对不对啊？五月节，啊啊，八月节，对，圣诞节是老三节。你等会儿，圣诞节不是万圣节？哎，万圣节也不是，没有人春节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到这日子该给小伙伴们放福利了啊！你能放出什么福利呢？哎，五月初五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五月初五端午节吗？啊，端午节，对、哎、对，纪念屈原吃粽子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包粽子给大家伙啊！啊，那很平常了，包粽子。哎，你那一粽子里边一个枣不行啊？搁枣吗？哎，我们家那粽子叶啊，您那这么窄溜，不、哦？那你这是两米乘两米，就床单。哎，床单干嘛呀？两米乘要被罩，被罩干什么？都不用包，直接拉锁拉开往里扔，然后拉锁一拉扔锅里煮，是这意思吧？
啊，扔井里泡，对不对？你这人都不会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粽子叶织成一席子，往里边倒，就拿凉席裹着泡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往里边放啊，放哦，哎，放枣，来50斤枣，50斤枣，哎呦，哎，200个咸鸭蛋，不得齁死啊！哎，4个大火腿。放里边，那得去骨。哎，搁5000个钢镚儿，干嘛搁5000个钢镚儿啊？咬钱吗？那不是吃饺子才咬钱吗？哎，我们年年吃饺子，这里边也得放5000个。你再，哎，你吃完再把牙崩了。哎，搁3粒米，包得了之后，这是粽子吗？粽子3粒米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对对，啊，就钢镚儿最多啊。哎，但是有钱人家任性。这是5月节，5月节啊。到了8月节，8月节吃月饼啊，月饼好。哎，一个月饼这么点儿，啊，不行。那怎么着？这么大个。啊，井口那么大，井口，哎，15瓶那么大，哎，青丝、红丝、八宝啊，全放，哎，枣泥的啊，哎，各式各样的，啊，往里边放着5000块钱钢镚儿，盖好了，扣得了，蒸。他这玩意儿都硌牙，哎，啊。到了春节饺子，哎，正格得放钢镚儿了，不放钢镚儿，那放什么？放手机，包里一个饺子里包手机，哎，包里华为 P60包进去，哦，还是新款，下锅煮，哎，飘起来就算熟啊。您等会儿。饺子包手机下锅煮，饺子也没吃着，手机也用不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你甭管，啊，就为放福利，哦，想要什么东西，啊，跟我提要求，哦，必须满足你。嘿，缺钱了啊，走去，啊，工商银行啊，自己取去，取钱去。哎，啊，想要手表，劳力士啊，自己带去，自己带。哎，想要金子没问题啊，6幅珠宝自己抢去。哎，什么？手枪没有，啊，我后备箱有。哎，对不对？坦克车自个儿开去，导弹马上就到。行，等会儿。您是善人，我是病人，别说了。